我没弄死他，弄死的不是执行导演吗？说，为什么弄死执行导演？我口误，我没杀人，不是我，我没有弄死他，我不是我杀的，不是。如果凶手不懂得法蒂罗呢？他要杀的就是两个人吗？ 两个人的血里都有凝胶，也就是说这种凝胶一开始就在这两个时光穿梭机里。那那位怒姬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水银温度计，难道只出意外？我竟然在上面动了那么大拳，这次可能你赢了。不是可能，是肯定。凶手的目的就是杀死这两个人，只是我们想复杂了，他也未必知道什么法拉第龙原理。 只是某些人愿意凸显自己的物理学知识，将我们引入了歧途。那他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杀死男一号。